你确定他会提这个话题？如果你有按我说的传讯息给他，那他一定会提。那你打算怎么圆？不要问这么多，反正等一下我说什么你重复就好。好，我会努力。不是努力，是要一字不漏的照着我说的话去说，不可以质疑。哎，人来了。资料没有好就寄给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特地来接你的，怕你忘了我们公司在几楼。我是特地来接你的，因为我怕你忘记我们公司在几楼。这么贴心。东西呢？你不是说有东西要还给我？我没有打算要今天还你，因为那个东西还要修复。我没有打算要今天还你，因为那个东西还要修复。修？你弄坏了？是我们一起弄坏的。是我们一起弄坏的。我们？什么东西啊？我什么时候借你的？你没有借我，是你不经意的放在我这里，一下子就过了十年。十年？这么久？十年，那个时候我是刚上大学啊，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高三的时候。哎，到底什么？你直说啦。现在说了就没有惊喜。魏璇，你现在好像哪里不太一样哎。奇怪，我昨天看到你，明明还是一个据点王。我这个人一直都很怪，怪讨人喜欢的。魏璇，讲出来哦，你说好的信任，给我一字不漏的讲出来哦，说。我知道我这个人一直都很怪，怪讨人喜欢的。关了喂，你的第一时间嘞？我决定，你待在台湾的这段时间里，就由我和羽泉好好的服侍你，对吧，羽泉？如果你跟彩薇见面，我不在，你能不讲话就尽量不要讲话。千万不要积极的表现自己，微笑就好。看样子羽泉也觉得不够。彩薇，你待在台湾的时间得要延长才行，这样子我的愧疚才能弥补。我待在台湾再久，你一直放我鸽子，我也拿你没办法啊。还有羽泉呢，你不开心可以找他出气，对吧，兄弟？疯了吗？你把合约撕了！他是执行长，可以像鬼一样的执行长。他知道恒伟跟建雄在一起。你们到底想怎样啦？你长得有点像女人。他有没有扮男人扮得太顺利，给他找麻烦吗？俊泉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姐，爸全部都知道了。梁静芬包养的是梁静晨。你现在立刻打电话给关恒伟，告诉他，从明天开始你不会再去上班了。我不打，不管爸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打。